就是这篇就是自监督一个评大语言模型一个自监督评估方法，然后先从这篇文章从这四个方面讲，首先是背景，就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对于能够准确捕捉其功能和局限性的新评估指标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现在需要不断的创建新的数据集，因为对于更新的模型来说，会不断的使得现有的数据集变得过时，这个问题然其后目实之前。前我们讨论过几回了，就是因为以前传统的 NLP 的方法，那些数据集啊，不管是在训练也好，就那个 fine tuning 也好，还是说 evaluation 也好，其实都发现他们的数据集以前数据集不太好用了，已经。所以现在有一些工作就对，专门去更新 update 的这个数据集，让这个数据集的信息更就是 description 啊，或者说它内容更加详尽，然后有专门这样的工作方向。然后目前最新方法像 Big Bench，然后 Hilma，然后就他们都是旨在通过提供不断，他们是通过提供不断增加的多样化的累计微基准集来衡量大语言模型的性能，但是这些新的方法都严重依赖于数据集的创建和筛选，不仅费时，而且成本还非常昂贵。然后目前来说，现在评估通常是以数据集为中心，对于现代的大语言模型来说，这种传统的方法就变造成会带来新的复杂性。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评估数据它是存储在互联网上的，例如 GitHub 等，这会使得它们容易遭到网络爬虫的抓取。用于为他们就是目标用户的那个大语言模型生成训练数据，这会使得旧的数据集变得不可靠。除非你说，在训练的时候将他们从训练集中移除掉，但这也不容易实现。对，第二点就是，是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大模型它不是在网上各种去爬取下来的嘛，结果你评估数据对，放在上面，其实这个评估数据它根本就见过了，对，就是他训练的时候，你评估数据都已经训练好了，对，它都已经见过了，根本就不能算真正的对。评估数据，评估数据就应该分开把它，是的，然后第二点就是由于不同的大语言模型应用，它依赖于不同的功能，因此需要对越来越多的功能进行测试。其评估的本质上也就是多方面的。由于数据集的筛选是比较昂贵的，像 Hilma 这种大型的基准测试中的每个测试都只使用一个小型的数据集，这个小型数据集也是经过精心创建的，用于测试在特定场景下的特定功能。但是如果说我将这个模型将它部署到更广泛的环境或者设置当中时，那么这些评估结果在实际的使用中，它的适用性就可能存在着不确定性。前段时间有篇文章，不知道是不是给你读的啊？就是我可能是给了别人，就是他就是他那篇文章做什么事情？他就是把已有的那些数据集啊，把它合并到一起，然后把它那个 format 给统一下来。不知道是不是你读的？那应该不是我读的。对，把那个 format 统一下来，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话，它这个数据集，因为它有些数据集，比如说它是做 coding 的，对吧？有些数据集是对，问答的 QA 的，那有些数据做 classification 的，那他把这些数据集呢，因为你比如说，我拿这个 QA 的去做 fine tuning，它可能这个 fine tuning 出来的模型，它的 QA 问题上就比较厉害。那如果是说的，做 coding 的数据集，我把它做 fine tuning，它就做 coding 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会发现，不同的数据集拿来做 coding，做 fine tuning 的时候，它只会在这个能力上面比较提升。所以有篇文章干了个什么事儿呢？既然你们某一个数据集它只提升一方面能力，对吧？他就把这些数据集全部导到一起，然后把 format 确定就统一下来，然后一股脑儿放进去做 fine tuning，他就发现在各个能力上面都提升了。但是本质上其实就像这里说的，你这么多每个功能都是针对了某一个数据集，你本质上并没有摆脱你这个某一个功能叫这个数据集要进行比较精细化的去一些操作，对吧？就很对，费是时，的，非常费时，其实是。是的，你看他怎么过？所以为了补充这个传统的评估方法，作者就提出一个自监督模型评估的框架。在该框架中，度量指标会被定义为模型的不变性，或者是称为敏感性。然后可以，它通过仅使用特定模型而不依赖于外部标签的方法进行自监督检查。这种自监督评估流程，它与数据集无关，因此它可以在比传统度量指标更大的一个评估数据集上使用，而且甚至可以直接用于生产系统中以监测日常的性能。然后，在本文工作中，作者讨论了基于该框架的度量指标的一个期望特征，并提供了几个具体的案例进行研究。然后，第一个就是通过否定测量知识，第二个毒性检测，第三个长程依赖性，第四个持续，第五就是 tokenization 那个敏感性。
通过开发这些新的度量指标，作者希望能够对大语模型的优势和局限性进行更全面和细致的理解。嗯，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他不是依赖某一个数据集成，他是搞出几个指标是吧？那你只要这几个指对，标去检测就行了，是不要说拿个数据集去测，说啊我这个数据上表现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他是这个意思吧？是的，对不对？是的，对对对，好的。然后后面就是他的方法，他的作者的目标是在不依赖于特定基准数据集或人工注释的情况下，测量大语模型的特征，比如说前面提到读性、闭卷知识和词序敏感性等。因此，作者就选择了一种可以应用于文本的简单转化，而不是根据已知的真实标签对比来衡量模型的准确性。然后，他通过这种转换，然后测量模型的输出在这该转化下的一个不变性水平。或者是敏感性水平，这个敏感不敢不变性跟敏感性就是相反的意思嘛？我不变嗯，性增强，那我敏感性就会变降低，就低这个意思。啊，对，它是个就是一个同义词，其实是。嗯嗯嗯，同一个指标然后啊，通对同一个指标，然后通过这种选择转换的方式，就可以完全自监督的方式获得关于模型行为的有效信息。然后具嗯。体的来说，就是给定一个语料库，然后构建它原始段落句子 X 以及经过转换的对应体 x 一撇的配对体，然后以前面进行那个否定来举个例子，就是说对原始的句子 x 进行否定，就是构建差一撇。比如说这个4月是一个什么第四个一年中的第四个月，然后经过否定就是4月不是一年中的第四个月，就是一个进行一个否定的一个转换，然后就得到一个一对的那个数据。然后通过对模型，然后进行它一个相似度的一个测量，然后最终得出一个不变性的一个得分。然后他将这个所有的配对体的集合表示为大叉，然后将这个输入对提供给模型语言模型 F 以提取对输出对。根据构建方式的不同，其输出可以是 tokens 的 softmax 概率分项量，也可以是困惑度分数，也可以是特征向量，就根据具体情况而已。设置，然后作者使用相似性度量 M 来比较 f(x) 跟 f(x) 一撇，随后就使用聚合运算符 A 在数据语料库的所有对上汇总其结果，以生成一个不变性和敏感性得分。然后就是通用的一个公式可以表示至如下。然后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评估数据集是维基百科。然后，作者使用这种方法就进行了前面的那个几个案例研究，即通过否定获得知识读性、上下文敏感性、词序敏感性、tokenization 鲁棒性，最终就得出了图二所示的一个敏感性分数。就他这是做一个示例。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再看一遍啊。将所有配对体的集合表示为 x，然后将输入对提供给没。输入对就是 x 和 x 一撇，对吧？x prime 对，提供给。输入给语言模型 f 一提取一对输出值，对，它 x 和 x prime 出得到了对，啊，它有然后呢，输出可以是 token 的 softness 的概率向量、困惑度分数以及特征向量啊，相似性度量 f。M 来比较，它有一个相似性来算出来得到个什么呢？对他们就算出他们输出的一个相似度，就啊，用然这后个去聚算合一它，下是吧？cluster 对，一下。他把所有样本的那个东西给聚合的，就最终生成一个不变性。这个聚合为什么得到的就是个不变性分数啊？聚合有它什么这意义个，吗？它是就是把所有样本，像后面的话，它有什么像取平均值啊，取中位值，反正就这种操作，就后面会有，它只是一个通，这是一个通识。那 clustering 的话，它这个 M 是个 clustering 嘛，对吧？clustering 之后，哦，不对，M 是相似值，相似值做完之后，对，再有一个聚合 cluster 是吧？那 clustering 之因后为它是。它。因为它这个相似度算出来是每一对的那个就是相似性度量值嘛，然后它有很多数据嘛，然后对对。就像在后面话，像有些像否定就是取平均值，有些它是取中位值这种，再往下看对，看，后面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它是也是 7B 的是吧？它是 7B 1.4B 的。Spider loss 是 sensitivity score。它为什么这个叫做就是一个敏感？这个就是上下文敏感性吗？啊，还是持续敏感性大哥，
就是那个 figure 2给出来的这个是持续的敏感性吗？是所有是五个指标，就是它是通过这个叫什么图来的？哦，就是六边形图，对。啊，对，就这个图，它啊，五边，对，像这个 C 啊，这个 7B 的话，它这边就是它这个否定知识，它就是它的一个敏感性就是 0.5 啊，它就是五个指标的一个图。后面它具体会有，后面就它只是作为一个事例，对，作为事例啊，嗯，然后后面就是实验、啊、我再看一眼上面、嗯、右边那个、哦、这个经过 instruct 这个其实就 instruct tuning 是吧 ？tuning 完之后就变成那样子了，本来是 vanilla 是原本的那个 ASIA 是吧？是的，哎，它这样 instruct tuning 之后，其他几项 proxy。这个有毒性为什么也毒性为什么也增长 也增加了啊？没有，它这个是越往外是越小的啊、哦，越往外越小。对，它这个指标，它这个坐标是它就是 toxin 和这个 tokenization， 它是越往外是越小的啊、哦，因为它想表示就是说我这个面积越大的话，这个模型性越好，最好对越好。但 tokenization 降低了是吧？经过那个 instruct tuning， 这个 tokenization 是那个的。有解释吗？它这个为什么？嗯，后面它这个就是对五个，它后面有五个实验，就是对五个指标进行实验，会有具体说。哦，好的。对，好。然后后面就是，首先是通过否定进行知识探索，然后本实验进行的是一种用于知识探索的这个简单自监督评估方法。嗯。它是在特定目标领域中进行知识探索，是评估模型在不同部署场景中行为性能的一个重要途径。作者通过测试模型是否对目标领域中的否定事实感到意外，就是以困惑度为指标来评估这种能力。它的自监督方法是如下：通过对事实信息应用对事实的否定，构建一个简单的转化，在没有已知已经存在的否定词的前提下，搜索 is、was 或 were的第一个出现位置，然后并在后面提供 not 一词，然后示例就如下，就如下这个前面说就是在 is 后面添加 not。 然后基于这种转换，作者就测量这个原始句子与否定句子之间一个对数困惑度这个的变化。在形式上，作者就可以将它的敏感性得分定义如下，它就是他把每个数据对的这个变化值，然后取个平均。对。然后，当然，作者也提到说，一个可能的混淆必然就是模型对于句子中 not 一词的敏感性。因此，为了规范这种行为的一种方法，就是在一个良性的语料库上近似测量模型对于 not 一词的敏感性。那这个语料库中 not 的含义不应该会对句子的困惑度产生显著影响，也不应该有已知的预测方向，从而就可以得到一个归一化的敏感性分数，然后具体计算如下，就是将就减去了，就前面算出来的一个敏感性得分，然后减去这么一个基准。嗯，这怎么感觉看起来像是个平均值？啊？这个 M 的哦 ，M 个样本是吧？对 ，M 也是这个，就是后面那个，就是它那个良性语料库的一个平均的那个敏感性。哦，我还是来自良性语料库，总共有 M 个样本，这样本没有明确定义的真值。然后使用差异的绝对，它自己使用差异的绝对只是因为良性的语料库中给定的输入，因为它模型期望的方向是不明确的，所以它是以绝对值。然后为了在分析中评估这些指标与模型置信度之间关系，作者还记录了在引入否定之后它困惑度降低的输入数据的比例，然后就是定义如下，就是它这个是算就是说我有多少比例的数据它是在我引入否定之后它这个困惑度是发生了下降的。为了分析，等下我看一眼啊。为了在分析中评估这些指标与模型置信度之间的关系，作者还记录了引入否定后困惑度降低的输入数据的比例。这有比例吗？啊，就是说我这个困惑度降低的话，我这个值应该是大于零的。大于零的，对，大于零的 sig 以下就是、哦、大于零的个数是吧？对，就是说我困惑度降低的个数，然后它再取。去平均就是得出一个比例，对，对，然后后面就是实验设置，那实验设置就是为了验证这种自监督评估的合理性，就是将其与 Trivia QA 的准确率进行了对比，然后因为它也衡量了大语言模型的世界知识，
因为 Trivia QA 提出了一般性的知识问题，作者将他们的自监督指标也应用于来自维基百科的主题句，以获得可比较的一般性知识得分。对于100个样本的人工检查，则证实了他作者所提出的转换产生的句子是语法是正确的，并且他的一个事实信息与原始句子也是相反的，就是说我这个转换是有效的。然后为了计算作者的度量指标，作者在1000个事例上测量其敏感性得分，然后这些分数的标准误差都小于0.002。然后作者在 FP16 的配置下运行评估所有参数大于 6B 的模型，然后他所使用的模型具体完整列表如下。知道哦，对，挺多的。他全实验都做了。对，他说是就是说这些都做了，但是他数据里面好像没有全部给出。对，后面可以看。然后就实验结果，左下图，把这个松一下啊，左下图就显示了自监督的一个敏感性得分，它与人工筛选的 Trivia QA 的数据集准确率紧密相关，特别是对于非指令微调的模型。然后两者的关联与 y 等于根号 x 的曲线有点类似。然后作者就通过规范化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趋势，就如这个中间这个图所示，就是将它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指令微调的模型。哎，这个怎么看出来？我看看啊，我没看明白。就是说它是正相关的嘛？就是我 Trivia QA 上我的准确率越高，那么我这个敏感性得分也就越高。啊，它首先它是一个正相关啊。对，也就是说我这个方法其实是可以的，是可以测试出它这么一个。就是相对于就是它这个准确率的一个性能，对，是的，是的，对。然后作者在图四中展示了他困惑度下降的样本百分比与 Trivia QA 准确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到一个负相关的趋势。是的，对，他这个困惑度越低的话，他准确率越高，是吧？对，就是说，我困惑度下降的样本就是比例越低的话，那么我回答的一个准确率它应该是越高的。然后此外，作者就是还注意到左下图中有的一些异常值，这些异常值能反映出重要的模型特征与 Trivia QA 的基准测试的弱点，比如说 Cohere 的指令模型就是 Cohere Command。在图表中是右边这个深青色的叉，应该是这个，这个颜色有点，对，颜色有点看不清，圆的，绿色，圆的，对，应该指令模型是以叉表示的，叉表示是吧？对，应该是这个。然后它的敏感性得分相较于其 Trivia QA 的性能比较较低，还有 OpenAI 的最小指令模型 TextAda001，它表示是图表左上角这个橙色的叉。然后后面他会给出解释，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异常值，作者对 Trivia QA 中的问题也应用了否定，发现 Cohere Command 模型在引入否定后很少改变其答案，而 TextAda001 则经常改变其答案。作者在下面这个表展示这种行为的事例，然后这表明当否定出现时， Cohere 对模型对于句子的结构是不敏感的，它仅是依靠上下文就记住了它的概念与答案之间的关联，即使问题的答案其实问题的结构使得它的答案并不正确，然后这种无法回答复杂语法问题的能力在 Trivia QA 的结果中并就没有表现出来，然后因为 Trivia QA 它的整个数据集是依赖于简单的一个句子结构和几乎统一的问题格式，而 TextAda001 则完全相反，它对于句子结构是比较敏感，是非常敏感的，因此它面对于否定 的句子时，它几乎总会改变它的答案。那这么说的话，这个 Test 那个 Ada 这个就会好很多，对吧？对，因为它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它虽然说在 Trivia QA 上的准确率很低，但是它每次它对于否定的之后，它这个就是敏感性得分还是挺高的。对，然后它这个它这里的例子也就是一样，就是说像 Cohere Command 它对于每否定的话，它答案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 TextAda001 它的答案都会有发生变化，虽然说它这个答案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它基本上都会有变化。然后 is not what type of creature。
这个问的方法真的好奇怪啊。对，他这个就是他，因为他做的这个方法，他不一定就是能够使得我否定之后的他句子也是有个明确的答案。像这个，他说这个正好应该是什么鱼，这种鲟鱼不是哪种类型的生鲟鱼，物。对，他这个话就你就很难说嘛，但是对，他因为也是，他可以这个回答问，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答案，对不对？对，但是。对，然后他这样 test A.0001，他就只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生物，这其实这边也不对，其实对吧？对，也不对。但是作者说，就是说他是能做出一个反应的，就是说我这啊，个至少问他题知跟其，道，对，知道他就回对答，他问题发生了改变嘛。但是像 Cocky 啊、Command 他这个问题就答案都是同一个，对。后面就是哦，那个东西，这个什么 story，这是可能是一种小鲟鱼，我看他搜了一下，啊，然后对，它这个是什么小鲟 sturgeon 是一个鲟鱼科的意思。这个哦，鲟鱼科，所以他说他下面的回答，它是一种鲟鱼科是吧？那为什么这个达芬奇的003它好像也是没有反应的是吧？那也没有反应，也对，没有达回芬奇他这个没有反应，但是在下面这个问题他是有反应的，答。他好可，What is 能有 the 点问。natural food that never goes bad? Honey。然后 What is not the only? There's no single natural。哦，这个回答就比较正确是吧？对，然后下面这个 Cokia 就基本上就是很漠然，他就继续就回答了。对，他对就是对这个 not，他其实就是没有就是理解到，就他只所以他说他是仅是就是靠上下文记住，就是他概念与答案之间的关联，对。好的，所以他就这里就测出来了问题了，之前呢搞不出来。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后面还有就是指令微调的影响。总体而言，作者发现指令微调的模型相较于其他大语言模型，对于否定更为敏感，如这个右下面这个图所示，并且不受指定数据来源的影响。其中异常值还是就是 Cochlear Command 这个模型，它在微调后，它比得使得比 Cochlear 基础模型更加不敏感，就这是么敏感最右边这个，对。啊！然后它。Human Pre 红色是 None 是吧？就是原本的。对，这个左哦，边这哇，个这个不都错。是基础模啊，型。它相当于是用不同的数据集去进行 fine tuning，比如说 Human Created 的，然后 Self Instruct 的，然后 Mix 的话，应该是把 Human Created 和这个混在一起，反正跟什么其他东西机器生成的混在一起，对吧？对，需要他进行没啊，有说这个 mix 是哪些混合，他只说是一个混这个合其微他文章调。里面有过，其他文章里面有过这种东西。它 mix 的应该是指，比如哦。说，human create 的那数据集和这个模型 generate 的数据集混在一起，是这意思。对。好，需要 GPT 的话，就是那个 GPT 它可以分享的。这个 对，RLA 那个 human 那个reinforce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 的话，它就是有人类给它排了个序，就这种。然后这个应该就是上次我讲的那 Self 篇吧 instruct，，self instruct，对，对，Self instruct 它自己生成那个 instruct，给你一个种子，一个 task 里面给你一个种子 seed task，然后它就让它自己去生成那个对话，这样。是的。但是，就是作者也说，他这个方法，他这一个度量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对于衡量这种真实性的一个敏感性分数，他所使用的数据集必须就是得包含大量真实值为真的句子，而不是一些中性或者为假的句子。因此，这个指标在一些类似于粉丝小说这种语料库上的意义不大，但是在像医学、法律这种就是这种教材上的语料库上就是比较有意义。因为它这里面有判断，有大量的判断，是吧？事实性判断，这个对，是他什么需，啊？不是对，什么，他对对吧？否讲定得很事清实这楚。种话，对，就需要这个时候明确，就是我这个为真什么这种才有意义。对，可以明白，明白了。然后下一个实验就是毒性 F-bomb 指标，在大语言模型被部署到商业环境中之前，例如客户聊天服务聊天 bot，最重要的是能够审查其产生不雅语言和其他有毒语言的可能性。大多数测量毒性的方法包括将有毒的提示输入大语言模型，然后使用黑盒商业工具，例如 Put back the API 啊。Perspective API 或者其他经过训练的模型来分析输出。然而，使用模型来测量生成的有毒性可能存在问题。例如，尽管说之前已经有工作尝试去了解了
Perspective API 是如何对有毒文本进行分类的，但是我这个 API 因为是在不断的发展的，因此它的对于它的理解又会变得再次模糊。因此作者就提出一种自监督方法，一种简单且可复现的方法，是通过其不变性来分析它有毒的一个生成。作者构建了一个度量指标，以衡量模型对于不雅语言的一个忍受程度，即模型是否会对不雅语言或者侵略性评论做出相应的不雅回复或者侵略性回复。然后尽管作者这一只研究了不雅语言，但是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形式的有毒性，或者更广泛的扩展到其他模型的其他行为，比如说模型不应该从用户的查询中模仿用户的语气等。这个也算，为了这个也算是一个有毒性的表现啊，模仿对方的语气，这是不对的吗？作者这边表示应该意思就是说不对，应该就是说，就可能。对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说最好不要嘛，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这个模仿语气可能会比较亲近什么，但是有些人可能不怎么认为吧，对吧，这个对。然后作者为了构建这种自监督的评估，作者通过 fbombing 就是记引入脏话来转换每个提示，在每原始文本的末尾添加触发词。他这里的作者文这个实验使用是两个 fkfk，然后作者将这些修改后的提示输入到模型中检查生成的输出。然后在这个之前，作者还进行一个实验，就是说他就如右图所示，就是说平均而言，就是说增加 F bound 的数量会增加模型的个毒性，但是也可以观察到，就是两个 F bound 的时候，它诱发了一个毒性行为就已经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了。然后它随着变成三化反而有些下降，到四五化也是缓步上升的。这就意味着说这两个 F 棒就可能是毒性产生的一个主要触发因素了。对，所以作者只是在 prompt 后面加入了两个这个，它一下就提高了是吧？对，然后往后面就是加到五个六的话其实也没有多大提升，然后所以作者就在这个实验中就使用了两个 F。因此然后作者就构建两个敏感性得分，一个是用于分析开放式生成的文本，另一个是用于分析下一个 token 预测的 softmax 的概率分布。对于文本生成分数，作者检查输出文本，然后确定来自这个 LD 这个数据集的不雅词汇是否会出现在这个生成的文本中。softmax 分数则是指这个指标则是计算了在文本块的每个位置上的下一个 token 的预测，并对 LD 这个词汇出现的概率进行求和。然后作者将他这个测量出来的度量指标与就是在包含附加触发短语的生成上得到的 perspective API 这个它自己测得的毒性评分进行比较，以验证它这个度量这个指标的一个合理性。它的设置是实验设置是使用维基，也是还是使用维基百科，然后将数据集按句子级别进行分割以形成提示。对于生成的文本，作者报告生成中包含的不良词汇的次数减去提示中包含不良词汇的次数。对于下一个 token 的预测指标则是计算了不雅词汇在 XEP 和 X 之间的平均概率变化，作者将他们的指标进行比较，然后当毒性分数大于等于 0.5 时，可以认为生成的文本是具有有毒性的。然后作者也是在同样的设置参数下运行了所有的这个大于 6B 的模型，然后完整的模型列表如下。然后实验结果，作者在文本空间和 logit 空间中评估的有毒性度量指标如图七这两个图所示。图七表明了作者的度量指标即就前面说的有毒词汇的次数以及不雅语言的概率变化与从 perspective API 中获得毒性得分是密切相关的，成一个正相关趋势。就刚才是通过 accuracy 去判断，然后这个有毒性的话它就通过这个 perspective API 去做比较，它是正相关是吧，证明我这个是有用的，因为你这个 Perspective API 上面你看它也提升了，那我这个地方也提升，对，我这也提升。然后并且它从图七这个可以看出，就是说模型对于不雅词汇这个敏感性与模型的大小是没有似乎是没有关联的，因为它是比较分布是比较杂乱的，像大的小的都是就没有呈现出大的总在一端或者小的总在一端这样。就说并不是说那这个敏感性是越高越好吗？还是越高越不好吧？是不是？对这个不雅词汇出现的敏感性越高是越不好吧？应该是，因为你越高的话，说明它被引诱出来，然后就生成了不雅的词汇嘛。
这样就敏感性高，对不对？是的，因为它就是对，就是它明，因为它这个左边这个图是对于生成词汇的次数的一个指纵坐标嘛，越高就是它的有毒性是越高的。啊，下面就是也你是等一下，还是我稍微对。想一个问题，想一个我们做的那个事情，他那个方法倒是可以参考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在测量我们的指标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跟别的已有的一些正相关，先测出它的正相关，然后呢再找出一些可能里面的差异，对吧？就像刚才那个 accuracy 的话，它那个 trivial QA 里面它其实有异常值。他去分析这个异常值，说：“哎，你看你这个异常值，你确不确？AQA 其实根本就没找出来，对吧？那我这里面其实就找出来了。这个 Perspy 的 API 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吗？好像没有，是吧？它只是说这个模型的敏感性和模型大小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不雅思对，问题。他这里异常值好像也没有多少，但是，对，他前面这个他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我这个值就偏离了很多。对对对，即偏使很经多。过规范化之后，它也还是偏离了很多。对，但是对于这个实验的话，它反而就其实也还好，就基本上都在这么一条直线上。对，还是也差不多。拉玛的那个，我看那个拉玛好像在然后嘛，这个绿色有点，上面应该这个是啊，这个吧？应该是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这个。那那它这个有它吗？这个。它圈越大，是它那个尺寸越大。它有些也有可能，像这个 Llama 可能有大的尺寸，有个小尺寸。我看一下上面这个，对，哎，哦，Llama 只有一个七有个 B 七 B，的，就一个七 B，对，对，七 B 应该就是这个。不知道现在这个 Llama 2有个70B 的，有7B、13B，还有一个70B 连的，70B 连那个好像很有用，还可以商用，到时候可以试一下。再往下看。好。然后作者还就是对指令微调的影响，然后从图右边这图六可以看出，作者研究六维模型中与预训练的对应模型相比，指令微调的平均性能可以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提升，在这个评分等一中，下，我不录一下啊，我们先讨论一下。然后在评分中，它得分实验中得分最低的是的大语模型是 Dolly V2，但是它在这个图表中没有体现出来。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就是他应该是他自己测得的，但是图表中没有体现，它是成为毒性最低的模型。此外，作者还观察到 MPT instruct 是这个，它这个毒性也是较低的，但作者怀疑就是说它是由于该模型是使用了来自 Anthropic 的 Hamless 和 Helpful 这个数据集进行训练所造成的。他专门去搞过，可能是啊。对它，因为它这是在进行集上训练，所以它的毒性应该是比较低的。然后，同时在未经审查的 ChatGPT 训练版本上训练的 Wizard 的 MLM 和比在经过过滤的 ChatGPT 上版本上训练的模型要更具毒性，就是右边这两个。那肯定的啊，那肯定的。对，这里面应该引入了很多毒性。这个前面不是是？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读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其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 Instruct Tuning 给它注入一些，就是有 toxic 的有毒的一些数据，然后让它训练出来的模型具有这个 toxic 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不是能力，就是说它会输出一些不太好的这个 output，是有这样有的文毒章。性的片我有读过一篇，是你读的吗？可能又不是你吧。但我读的好像那是直接就是提示，好像不是说是微调数据里面那哦，就是它生成了不同的提示，对吧？个，就在提示中注入，那行，反正那继这个，反正续，我们听，那继续吧。但是它这里有局限性，就是作者的分析，它是重点在于就是明确的不雅语言，因为它只有这个词汇表嘛，它可能无法捕捉到超出明确不雅语言以之外的一个微妙毒性形式，然后它这个度量也依赖于预先定义好的一个不雅词汇表，这些词汇表可能无法包括到所有一个毒性的变体，然后其度量的指标的有效性与模型的忍受性可能会因为数据集和提示分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我再看一下这句话啊，它的局限性是什么？重点在于明确的不雅语言，就是哪些，比如说看是 F C F C F K F K 的那种是吧？
对，这个它是明确的不言而喻。它有个列表的，无法捕捉到超出明确的啊，就是可能有些话组合起来，你现在不就对，可以？它如果组合起来这个词，其实在当下可能是有一个特殊含义的，那这种它搞不定。单个词可能没有什么有毒，但是你组合起来就可能，对。对，有可能的，有可能，有可能的。其实每个词单独都是正常的，但是你连起来讲，它就是有这个含义的，那就搞不出来了，是吧？还说不出来了，哎，对，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从一个方向？对，记一下，记一下，就是这种，我又要停，继续，继续吧。那就下一个实验。嗯。下行就是上下文敏感性，就叫长程敏感性。因为随着近期模型中大语模型那个上下文窗口大小的增加，了解先前上下文中的变化如何影响长程范围内的一个表示和生成是非常重要的。像 Long Range Arena 这样的数据集提供了一系列非常广泛的任务，重点关注从1000到16000的上下文长度不等，还有像其他像。Lambda 这样的数据集则重点关注成功预测一段文字的结论的能力。该数据集被设计为在给定完整上下文的情况下，对单词预测是明确的，但仅给定最后一句话时，它的预测只是往往是不准确的。这就衡量了大语模型在理解文本时能否超越，就是仅局部关注于一个句子的能力。哦，就说我给你这么长的文本，你不能说只是看了就近给最出后了一那些句，最后对。一句，你要给我上下文，其实上面的文章你前面读完了，这个意思可能是不一样的。对，是的。他怎么评估？之前都评估然方法。后作者就利用自然监督评估来预测，就来了解模型的预测在修改文章中前一个句子或多个句子时的变化。作者通过从数据流中按顺序取出三个句子，并用语料库中的两个随机句子替换掉前两个句子来进行测试。形式如下：就原始段落有三个句子 S3、S2、S1，其中 S3 是输入段落的第一个句子。经过修改之后，它的段落表示为 SSX 一撇 SY 一撇 S1 XX SX 一撇 SY 一撇是来自语料库中另一个段落的随机句子。然后例子就如右边这个表，它这上面就是三也是三句话，这下面也是三句话，然后就只保持最后一句话不变，然后前面两句话就全部进行随机替代。这样子会得出什么？他不是说 transform 的时候，那不是上下文意思不连贯了吗？他是随机选的呀。对，它就是要就是随机嘛，就是因为它是前面说了，它 Lambda 它是对于就最后一句话预测是不准确，它就只保留最后一句话，然后看一下就是前面文本的变化，假如说我前面两句话发生了改变，对于它的输出并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就说明它就是这个模型是只关注了最后一句话。对，哦，好的，对。因为前面的改了，所以理论上你应该说出不同的公式啊。是的，如果说我这个模型，如果它是失去了，就是对于整个文本都是进行理解的话，它应该就是期望应该是就是输出不同的输出的。对，然后作者就是观察 X 和 XEP 在 S1 这个位置上的概率分布，然后使用 Jensen Shannon 这个散度进行了比较，这是为了确定最后一个句子的表示如何随着不同上下文的出现而变化。Jensen Shannon 散度，然后后面我都简称为 JSD，然后它是一种用于比较两个概率分布之间相似性的一个度量方法，它是 KL 散度的一个确实对在称做变了，体，对，然后它定义为如下，我看你刚才然说后的时候，它我在有，想，不就是 KL 散布嘛，对称变体啊。对，它是对称，对称的，然后对于作者的一个不变性敏感性得分，它是计算最后一个句子的 JSD 平均值，然后再对所有的样本进行平均，然后计算公式如下，得出最后一个 LRS 一个分数，就是长程敏感性得分。然后然后呢？其中 M 对，其中 M 表示句子的长度，叉 JI 表示最后一个句子中第 J 个 token 位置处的 DI 个样本。这个敏感性越高的话，应该是盲杆啊。就敏感它这性么越高的的话，就说相明似我度这个。越高，怎么样？你看它这个 GSD，FXI 和 X prime 嘛，那就是说它的改变的变体和它的相似度其实挺高的，对吧？挺高的，是不是说明最后一句话其实起到作用了？是不是？是这么说吗？
他这个还不对。那这个 JSD 这个值越高，它就说明这两个之间的相似度应该是越高，那相似就度越说。高，那不就是应该 x 和 x prime 它们两个相似度越高，是这吗？对，就是，对，就说明，就是说我这个 JS 度这个相似度越高，就说明我这个模型它是就是，就是我两个输出应该是就是相似度越高，就说明我这个模型好像就是更加关注于最后一句话。对，是的，应该最关注对，最后一句话，它对长文本其实敏感度比较低，我是可以这么理解。是的。好，再往下看。然后在这个敏感性测试中，作者使用的是 ASUS，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读，我好像对，搜俄里语面模型。搜到这个东西，就它的这个语言模型评估工具来将作者的方法与 Lambda 这个进行比较。Lambda 数据集测试的是对虚构故事的长程依赖性以及对前文段落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作者分析了当段落文章被修改时，最后一个句子的概率分布的一个不变性。那为了计算度量指标，作者使用与其他测试相同语料库，并对1000多个实例进行计算，然后报告了一系列模型的 GSD，然后它的模型列表如下。这么多啊，然后实验结果就是从下面这个左边这个图可以看出，随着 LIS 这个得分的增加，模型在 Lambda 这个数据集上表现也越好。等一下，那跟刚才理解不对呀、啊？哎。刚我们说这个分数越高，表示两个相关性越高，就两个模型的相似度越高，对吧？分布相似性越高，越高的话，说明它更关注最后一句话，更关注最后一句话的话，那我的理解就是，他的这个哎，等一下，长文理解就不对呀，那不是矛盾了吗？我看这个公式不就是这意思吗？哎，更大的模型通常容我易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倒数之类的啊？我好像是那个杰森香农这个散度。对，你从这个公式看起来还是这个 P 和 Q 是两个输出嘛，对不对？就是 X 和 X prime，它 transform 之后，它这个 JSD 它是值越大，说明这两个概率，就是这两个概率分布之间的那个，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它这里表示说是一个什么距离？越大的话，它的距离越大，距离越大的话，那就对，相似性越小了。就相似性应该是越小。我理解错了，对，应该是这个什么那应应该这么该理解，那就对了。三，如果这个值越大，它们两个相似性越小，因为它距离越远。对，它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距离？它是什么上面OK，好的，杰那我森明香白了。农距离？对，那就对了，距离越大的话，说明它两个相似性越小，说明它对这个长文本的记忆能力越强，对吧？然后那对，就意思啊，它模型越大的话，更容易对上下文的产生敏感性，敏感性。对吧？对，王志因为斌，你啊哈，他，我可以好理解，就是大模型你能记忆能力越强嘛，你对前面的文本你可以记得住，小模型其实没这个记忆能力肯定变差了，是的，就感觉直觉上也是对的，符合的。好，那行。然后与 MPT 和 Llama 相比，Paisaya 和 GPT-J 它对于上下文的变化则要更加敏感，就是这两个。同像 Paisaya 70M 和 GPT-2Small 这样的较小模型的长程敏感性得分通常是普遍较差低，较低，对。然后从右边这个图的话，它是一个增加了交换的句子数量会增加这个敏感性，这个也是就是应该的。对呀、啊，你比如说有三句话，比如说一共有5句话，你只交换了一句，或交换了4句话，就只剩下最后一句，这比起来肯定交换的越多，敏感性越高，好理解。再往下看。然后它就是后面就是一样微调的影响。平均而言，就是与预先训练的模型相比，指令微调的模型对于上下文的变化要更加敏感。这表明他们对长程变化很敏感，而非局部关注于一个句子。此外，发现这种增益与基础模型的大小无关。较小和较大的 Paisaya，它的基础模型都具有相似的敏感性。这个有点儿，这个跟刚才的直觉有点不太一样啊。我总感觉模型越大的话，它记忆能力越强，所以越容易对，记住前面的东西。所以应该
本质我刚才以为本质是因为模型的大小导致的。哦，哎，我看一下上前面这个，蓝色呀，是绿色。嗯，对，它这些差不多。这么奇怪。嗯，它0.9B 数字还变小了呢，你看到没有？对，它这个0.9B，它经过它那微微个，还变小了。对，它微调之后变小了。并且三十五条是，这是为什么呀？这我就不太好理解了。我觉得，它也没有给出理由。那这像这里的两个，这两个应该也是 Python 呀，这两个就挺小的，这两个差不多。这个。不过他也说，就他后面有个实验，他说他可能存在的就是他这个模型存在的一个下限，就是说我低于某个下限之后，他可能就是这种就可能，他会不会说我这个就是对于这种上下文，因为我他这实验中他只是用了三个句子嘛，对吧？那我可能我理解三个句子，可能我假设啊，我只需要2个 billion 就够了。那我对于哦，2.8个 billion 跟6.9个 billion，它其实其实是没什么差别，哎，这个也对，可没能有啊，差这别，个有可能，有可能，对。就是你这个已经我2.8个 billion 可能已经绰绰有余了，你这搞得再多，其实也就这么回事儿。对，如果你如果说你你个可能段落更句子更多一点，那可能就6.9B 这个可能要好一点。好一点，不可能过它是，就测出他们之间的那个差异啊。对，这个因为有它可这能跟实时验间就方是，式也有关系的，因为他时间毕竟可能也没有做得很全，对吧？对，它只用了它这边只也就是三个，这它自己它自己好，它自己这个实验好像是还是用了三哦，个句子，嗯嗯。，OK，然后那他我这们个作者也提出局限性，就是说他这是在 token 的一个概率空间中分析它的长程敏感性，但是对于特定的 transformer 模型的话，分析它的注意力概率可能会更加有效。但是作者就是为了将概度量方法适用于通用框架，包括 RNN 和 LSTM 以及其他高效的注意力变体，作者认为他就是还是使用了 token 概率空间。token 概率空间和但对于分析注意力概率，这啥意思啊？这我怎么一下子没理解？我也没有理解，我以什为么它叫是做？注意力概率空是什么？对啊，你前面这个 token 概率空间分析了长 token 概率空，它在什么叫做它？你再往前看，它这个前面啊，就它因为算。它是，因为它有比较，就是它最后一个就是它有对，就是对最后一个句子，它其实就是对它的 token 的一个概率进行的那个嘛，这个我明啊，对。这个我明啊。那就是计算，什么叫做 attention 的注意力的概率是什么意思？有别的地方有这种东西？他我文是章没记有，错他文章只说了这句话，就说分析就是 attention 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更加有效。注意我力概也率不，是啥呀？对，这个记一下吧，只能记一下吧，我后面可以扩展的时候。attention。那继续。继续。然后后面就是词序，然后是除了基于联想回忆的简单铺全之外，严格遵守词序也是实现准确的事实性回答所必须的。但语言模型虽然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理解关联能力，但也已被证明它们缺乏某些类型推理的必要表达能力。该造成该情况的可能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有时无法理解词序。啊，作者为了评估模型对词序的敏感性，作者使用了给定语料库中的句子应用转换。就是在每个句子中随机交换两个单词，将修改后的句子表示为 x 一撇。然后举例如下，就是他自己是将 to 和 PlayStation 进行了交换。对，这其实不对的，这个对吧？这下面的对，话，如果人类读的话，其实就不知道你在是，讲啥啊。但其实好像人类也有那个能力啊，就是比如说，不是以前做过实验说，比如说你把就哦，相对对。的两个交换了，其实人也是能读懂的，对吗？对，人就人，好像说人脑会自动就是把它调过来，对，就人会有这，而对，且你不提醒他，他根本都没有发现，他就这样读过去了。是的。人脑也是会有这个特点，然后他怎么说？看看。然后作者就通过检查原始句子 x 与修改后 x 一撇的 token 预测的 softmax 概率分布来分析持续变化对于模型预测的影响。然后它具体而言也是就是检查两个分布之间的 JSD。然后以量化，由于差一撇中随机单词交换导致的注意力差异，
那由于目前没有专门研究此序的数据集，所以作者只能将他们的自进度方法与之前的长程敏感性分数进行比较。然后他自己的此序分数他是取了中位值，因为他好像是就是说他是好像是会出现一个长尾分布，所以他取中间值就比较合理。这个是，他这个啥意思啊？DJ 一撇个和 J 之间的一个距离是吗？就说我这个 X 和 X 一撇，然后他们输出的东西，输出之后的里面的，输出之后的，我感觉是输出之后的每一个 J 是不是？还是任何一个 J？ 这个 J 是什么意思 ？J 表示原是最后一个 X 的数，对，最后一个 token。代表 J 一撇代表是最后一个 token。最后一个 token， 然后算个中位值。啊，它既是最后一个 token， 那么加一之后就是就是输出的第一个 token。对，它还加了个一。再往下看。对，然后在实验中就是将语料库分解为单个句子，然后构建了5000多个示例，然后在5000个示例中观察了分数表呈现出一个长尾分布，所以作者报告了每个模型的 GSD 中位值。然后模型列表如下，然后实验结果，下面这个图显示是当它那个增加交换的单词数量时，下一个 token 处的 GSD 中位值，可以观察到交换的单词数量的增加会提高它的模型那个敏感性，这就也是应该的。OK， 交换后对对，交换数量增加，交换词数量增加会提高模型的敏感。这好理解。对，然后后面就是像从左边这个图一看出，此序分数与长程敏感性分数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此序分数越高，它的那个长程敏感性的分数也越高，并且可以观察到，好像作者说就是此序得分存在了一个平台。那平台可能是指这里，然后与长程敏感性分数类似，作者发现较大的模型对于词序更加敏感，其中 Moscow 这个 MPT-7B 和 GPT-J 模型对于词序的最为敏感。这两个。然后就指令微调一下，右边这个图显示，在所研究的5个模型中，只有部分指令微调的方法才能使得模型的词序更加敏感。特别是作者发现，只有在使用人工筛选的Databricks Dolly 15000个数据集进行微调时，才能使得模型无关大小，才都使得模型无关大小都变得更加敏感。就是这两个 ，C 啊，这个说明了不是每个模型经过微调都能够提高这个就 word order 的这个敏感性的是吧？对，因为像 GPT-J 和 MPT 他们是略微有所下降。那会不会他们已经到了极限了呢？也有可能，因为他前面这个实验当中，他们其实也挺高了。对啊，他已经很高了，你再往上高，高不上去了，是不是？我随便想啊。就你微调本质上，我觉得微调这个东西本质上，它只是说，稍微的调整，就是它很多能力还是要看这个基础模型的吧。你只能说有一些模型它可能还没训练到位。所以你再给它微调一下之后，它的能力还能引诱一下，爆发一下。但是有些模型其实它能力就这样了，你再搞也没用啊。我其实一直越来越有这个观点了，好像是也有可能，一直有可能吧。再往下看看，再往下看看，后面还有吗？后面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tokenization 那个敏感性实验。文本预处理很少是完美的，原始的文本通常包含额外的空格、奇怪的格式和其他影响文本的 tokenization 的问题。为了量化这一现象，作者以固定的间隔随机分割原始输入文本 X 的字符串，然后独立的对每个分割后的字符串进行 tokenization。然后示例如下，就是将这个 media 这个句子，然后就是以它这取的是10，步长为10，然后每10个地方就插入一个横小短横，然后它按照它意思，对于每10个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单独进行 tokenization， 它就武断的把这个当做一个
就是一个词了是吧？然后把它作为一个 tokenization 是吧？是这个，啊，就是它通过也这不说个，当做一个词吧，它把就这个是。短语，它这个小横线作为一个分割，就是十个我就把它作为一个 tokenization，十个我就作为一个 tokenization，是这意思对，是的，啊，通过这种方式做的就模拟了在预训练式语料库中可能发生的 broken tokenization，它极可能是由于文档分隔或者是拼写错误造成的。在模型生成的过程中，如果提供的用户输入不完整，也有可能导致 broken tokenization 的发生。对于每个分割后的字符进行 tokenization 之后，再将这些 tokens 串联在一起，然后在下一个 token 的预测上使用 JSD。将串联的分割 tokenization 和原始文本进行比较，然后它这个计算是如下，一样的，道理一对。样，明白。然后在这个实验中，作者是将他们语料库也是分割成单个句子，然后构建 XEP，总共生成一千多个示例，然后计算 JSD 平均 JSD 值。然后右下图这个展示是它这个增加分割步长时下个 token 上的一个 JSD 中位值。可以观察到，当增加分割步长时，Llama 和 MPT 对于下一个 token 的概率分布的变化要不敏感得多，也就是它能够更好的处理 tokenization 的变化。然后在实验，因此，然后作者就将他的实验设置分割步长设置为五，即每隔5个字符进行一次分割。然后所有的模型，列表如下。然后实验结果就是从。左边这个下图可以看出，MPT 和 Llama 对于 tokenization 输入的变化最不敏感。最不这敏两感的个，意思是，就是你无论是怎么分割，它的输出结果都差不多。那是好事吗？说明对，他它理解是的东西。这个值就是要越小越好，就说我无论我怎么分割，我最终的结果都要差不多的，因为它文本是不变的嘛。对，就是，对，那肯定就是值要越小越好。更广泛，然后作者更广泛地观察到，模型的敏感性得分与训练的浮点运算 flop 呈负相关，即 flop 的增加会降低对 tokenization 变化的敏感性。作者怀疑，随着训练数据量的增加，模型可能会观察到更多的不同 tokenization 的方式，并且对这些异常 tokenization 方式的不变性也会得到增强。然后他这是一个观点，得到了 OPT 这个模型的测量结果的支持。然后 OPT 这个模型，它的图中比较明显的异常值就是这两个棕色的，等，因为模型，它这个就是说，训练数据量越大，它观察到更多的不同的 tokenization，所以它对这个异常值的这个不变性就会增加，敏感性就会降低，对吧？对，好，明白，因为像变说多了。OPT 这个，对 OPT 这个模型，它只训练180个 billion 的 tokens。不到 MPT 和 Llama 所训练的 tokens 的五分之一，Llama 跟 MPT 它大约是1万亿个，是 one trillion。然后而且 OPT 也是约为 GPT-2、GPT-Neo 和 Paseya 的一半，所以说它的性能就是要比他们都要差。所以说，然后根据训练期间观察的 tokens，作者还提供了左下图这个的一个变体，如右下图所示。那这个，然后通过这个图，这个关系就更加明显了。就是我这个 tokens 训练 token 越少，我这个敏感性就越高。对，这里就很明显对，啊。对。是，对，往下看。然后下面还是指令微调，然后就与前面观察到的度量指标不同，指令微调后的 tokenization 的这个鲁棒性就没有什么可靠的趋势可以被观察到，就是。要么低，要么高，就是比较胡乱，就没有章法。因为这个本质上是你建的数据量要多少嘛？刚才看，对吧？你对，的训练数据是，量不是你指令微调那一点点能够改得了的。我感觉是这样子，对吧？你指令微调只有一点点东西，你跟前面那个什么 trillion、billion 这种级别的 token 训练数据没有办法比，是。我感觉是这样子。然好，再往后下。局限性就是作者只测试了有限类型的 tokenization 的错误，即字符分割。然后，但他也需要考虑很多其他的 tokenization 的错误，比如说显示的单词拆分啊、额外的空格、不寻常的标点等等。然后面就是一些实验结论，在本文中，作者就是引入了一种新的基于敏感性、不变性、度量的代理模型自监督评估框架。作者表明，就本文探讨的敏感性测量，就是这些可以与现有的评估数据集相关联，
然后作者得出结论，敏感性度量可以为模型行为提供有意义的见解。这在作者对于 Cohere 指令模型的研究中也得到定性的验证。此外，作者还发现，除了毒性之外，较大的模型在敏感性的得分要通常要在得分方面通常要优于较小的模型。这也反映了其他基准测试在验证模型性能时会随着规模的增加而提高。然而，在使用自监督评估来分析模型时，仍然有些因素需要考虑。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知识方面的 text ADAL001，作者发现它更强的一个敏感性其实是其他现象的副产物。同样的，也有些模型对于任何转换都不敏感，这一般出现在一些小型的模型上，例如 GPT-2 Small 的毒性指标和 PASTA160M 那个 tokenization 指标。这就意味着，他说可能存在一个模型的下限，在这个下限之下的话，有些那个模型那个敏感性指标就不再是有意义的一个质量预测因素了。然后他就后面还是有一些，就是他一些因素需要考虑。首先是模型的熵，模型输出分布的熵可以影响文本生成的很多方面，较低的熵可能需要更加积极的文本生成采样策略，以从模型中获得多样化的一个生成结果，也可能表示输出分布的一个校准误差。同样的，模型的熵也会影响敏感性的得分。如果模型的熵比较低，那么敏感性也自然就会比较低。模型的熵对于敏感性的得分确切影响，以及如何适当的将其纳入到不变性和敏感性的得分中，然后在未来探讨研究中会进行探讨。然后图11就是显示下一个 token 预测的香农熵和句子熵，就是模型在句子上的平均 token 熵。作者是用维基百科中的句子来计算香农熵，即定义为如下。从图11中可以看出，拉玛在句子的下一个 token 以及平均 token 上的熵都是最低的，并且大型模型的熵要相较于小型模型都要更低一些。这就导致了，就部分解释了拉玛这个模型的敏感性得分较低的原因。然后然后还你有说，就是，你说，再往下看。还有个就是记忆化。用研究统计泛化的机器学习评估基准，通常是理想的假设，训练集和测试集是完全独立的。但是在现实中，现代的大规模训练语料库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因此有各种努力来衡量和解决这些重叠对于大型模型训练和评估的影响。Kandapa 这个等人表明，语言模型回答基于事实的问题的能力与其在训练期间看到与问题相关的数据数量有关。在另一个不同但基本相关的研究中，Chalina 等人证明，大语言模型在特定情况下会反刍它的一个训练数据，这往往基于训练语料库中的重复率。此外，Chalina 等人之前的研究也以另一种方法量化了训练模型和测试模型之间的潜在关系。该方法通过简单的基于损失的隶属度推理方法区分测试查询是否存在于训练数据集中。然后，作者的这个自监督敏感性分数的一个优势便是，他可以通过评估新颖的文本，比如说最新那个些新闻文章等来的敏感性，来规避这种记忆效应的潜在影响，因为他不需要对数据源进行标记以及额外的筛选，通过这种策略就可以消除记忆化的一个可能性。他就是说，这个新的文本，比如最新的新闻，以前肯定没有训练到了，是这意思吗？对，然后我通过作者这个自监督的这个方法，就可以直接进行评估啊，不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标记啊，或者怎么样，就不需就可以消除它这个记忆效应。那还有吗？后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解释，现在结论。我非得去标注啊，实现高效。对。那行，这个没了，那就停了，好了。对，后面。